快看，这个店主小帅居然在做迷你串串，这个做来干什么呢？原来是小人国的客户小黑下的订单。来一份鸳鸯锅麻辣烫，用我的饭盒打包。小帅看着这个四宫格饭盒，陷入沉思。那就先放锅底吧，麻辣红汤和菌菇白汤。接着开始制作配菜。我给我整一些丸子，鱼丸、牛肉丸、虾丸，丸丸丸都招呼上。好吧，我都给你安排。电视机前的你还想安排什么？也欢迎给我留言。对，不用跟他客气。这次其实是上期有观众点的菜，他安我头上了。是观众娘娘，她点了这一期，效果自然是极好了。你也一起稍等一下，一会儿就好。现在菜做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往锅里加入高汤。白锅是剑手青、松茸等珍贵菌类熬制。红汤是牛油加朝天椒、花椒和麻椒，最后再放入小葱、枸杞等配料，然后将荤菜和素菜分别放入食盒。现在这个麻辣烫食盒已做好，携带方便，不泼不洒，野外就地打开，配上酒水，快乐起飞。爱了爱了，马上拿走，太棒了。